曲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曲，那算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很紧张，我教练讲，我要加油，谢谢，好，好。那我平常的表演是比较偏ACG 性质，对，跟大家都在唱日文歌，当然以前是听 EDAY 听 Japan， 只是现在表演比较常唱宅歌这样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里面。好像没有。那这首歌我把它摆在最后面的，对，应该说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其中一首歌曲，其实三首都很喜欢的，就叫 Ever Free， 太紧张了，不好意思。
就